将要，将要做，四十九堂的附魔，由今天这一堂开始，我本人是负责二十八堂，二十一堂由莲子上师，他主持。我做四个主尊，四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药师佛，是治病的，是求健康的。所以你们在做的这一堂主尊当中，就不要写其他的愿望。你现在确实身体有病业，就写身体祈求身体健康，病业消除，或是病痛消除，或是病苦消除，就是这样。不要写又要找事业，又要发财，又要结婚，又要生子。你现在把所有的一心一意所求的就是这几个字，不要多出其他的。这样子呢，所做的功德就专注在这上面，不会分担。不会就说你现在赚一笔钱，你要分好多部分，又要供房子，又要汽车，又要家用，又要保险，又要应酬，又要买衣服，又要什么。那你一个月就是赚这么多，你一下子就没有一样能够圆满。那你现在你要 focus 在哪里，你就 focus 在哪里，就不要散开来。现在这一谈主要是求我们的健康。病苦在众生的八苦当中是排第一名的，表示身体如果有病苦，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得。所以这个借假修真，就是借我们这个身体来修真实的灵性，修真实的佛性显现，得证这样子如来的本性。所以这个借假，这个肉体，这个躯壳虽然是假的，是虚幻的，是暂时的，但是还是需要利用它。大家身体谁没有生病？平常也许没有什么特别显现，但是季节性的，或是偶发性的，或是突然性的都会有，像咳嗽、感冒，季节性来了，这样子的一种流感来了，你多少都会被感染。像这现在开始又花粉了，开始很多人就流眼泪了，就开始鼻痒了，头痛了，全身无力了。做事情、学习、精神都大打折扣了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还有刚刚我要出来前，菩萨还特别跟我讲供花，我以为楼下有花，所以赶快打电话帮我请一盆。后来说没有，是一大花、大盆花给大家赞助。我说为什么要供花？我现在是治病啊，供花干嘛？我说哎呀，花，那花不是发吗？我们又不是求发财，怎么要发？他说是啊，供花就是要发，发什么？把你的潜伏的疾病病毒发出来，赶快及早发出来。当你还有能力，还有体力，可以去应付的时候，赶快把它显现出来。我们现在有病苦，有病难，大家有时候都是潜伏、潜伏、潜伏，到最后没有能力去医治了，就变绝症了。所以及早医治，及早知道，及早医治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供花有很多种意义的。供花可以让我们庄严我们的相貌，可以帮助我们的果位也能够提升，帮助我们的心莲也能够开放，帮助我们的身心能够安乐，帮助我们种种能够增益。但是想不到供花也能够帮助我们的病症病疾，像很多人有很多潜性的病疾，像家人祖先传下来的基因的病症，很多人一生都不知道，突然之间然后一直潜伏着潜伏着，到有一天有一些连贯性的这种细菌，然后呢就引发出来了，引发出来就根本很难去医治。所以这个还有潜伏性的，像这毒素在体内还没有阻塞住，所以赶快把它显现出来，让我们知道。所以现在你们求还要求，不是现有的病业消除，不是现有，而是你还没有发出来的，要把它要及早发现，及早医治。这个佛菩萨、
护法是很灵感，当我们决定要做这些护摩的时候，这个赶时间在我剩下来这两个礼拜当中尽量能做就做的时候呢，自然身上有的这些病业的或是有残障的，他们就会提出来，会显现出来。像今天学校的一个学生一大早就打电话到我家里说他病又发了，那么就有人也打电话，家长也打电话，是不是要送到医院呢？是不是要紧急救呢？是不是要怎么样怎么样？我都说没有问题了，喝个大杯水就好了。因为他的残生灵，他的病业的这种残障，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来治病，来超度，来为他做功德主。以前已经有过了，但讲了没有做，没有听，他就一直潜留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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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现在再不做没机会了。这些灵都是非常非常的敏感的。那现在他显出来就看他们的因缘了。那做的人他自己本身要有这方面的智慧，要引自己身上的这一个治病的因，让他得到这方面的光明意识。所有的病都是残障来的，这是师尊说的，你有病痛，哪里痛就残哪里，让他发作出来。这个说词是正确的。也许你会不了解为什么是残障，细菌啊，细菌啊，感染细菌啊，有细菌，有毒的细胞在那里啊，那就会当然会病变啊。他们也是有生命的，他们也是有感觉的，为什么缠那个部分一定有那以前的那个部分的因由？那从以前的祖先传给我们也是共业啊，有基因也是共业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，不是逃避，所以要引他们，像我们的细胞，像我们的里面的体内有多少赖以我们生存的细菌细胞，所以整个组织起来才形成我们这个形象。今天我们肚子饿，我们痛苦，我们难过，我们怎么样口渴，通通都是他们的影响的，他们的意识作用，他们在里面还会打架的，他们里面还会争夺的，有善的，有恶的，他们天天都在战争的。他们善的战争赢了，我们今天就心情愉快一点，今天做事就有精神，做起事情呢就积极。这恶的打赢了，那我们今天整天就无力，就暴躁，就易怒，就生气，就要破坏。所以里面我们养他们这一大堆的善跟恶，天天都在左右我们的情绪，我们的这种感受。所以你要培养这个善的能力，好的正面性的这个细胞，我们吃下去，像我们每一天在吃的这些过程，也就是在培养这个好的能量场。所以吃喝用都是这样，只是很多人都觉得这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每天都要做这些，我又不信这些，他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学校教学生要做超度，要做供养，这都是在培养所吃的进到里面，影响这个里面好的的磁场更好，坏的呢去影响它，不要再坏下去，去改善它的这个视觉作用。如果我们是赖他们这样维持我们的体面的，所以今天这里痛那里痛，这里病那里病，那就是你里面的细胞多过坏的、恶意的、报仇的这个多过好的。所以我们要去培养正面好的，去帮助他们，去 cover 他们的破坏，就要靠修行。因为这些佛菩萨都是正面的，都是善良的，都是悲怀的，都是很好很强的能量，我们要不断的吸进来，吸进来，留住在我们的身心里面。所以修行修法是非常正面，是非常重要，只是一般人没有深度的去了解，就会懒惰，就会排斥，就会不想要接触。但是你了解人，就好像吃饭的需求，每天一定要的，不做还不行，就马上被坏的马上就影响，就提升。所以我们这个就要了解，药师佛他是治病的主尊，他是息灾的主尊。其实他不只是这样，但是因为名字叫药，那大家很自然就联想到他就是治病的。今天有没有人供养药？你们有病的有没有供养药？
你们都很健康。如果这七坛是要治病，你们就要拿药来，没有药也拿补品来，没有补品啊，也有维他命都好，药啊要供养啊，啊。下面有的请，我刚刚有先补的。嗯，下面有的请，因为你们这个供了药以后，再拿回去吃特别不一样的，这一瓶药跟其他没有供过的、没有供养过的，你回去参这能量就不一样。哇，有一个同门拿过药来供养过，放光加持过以后，再回去跟他同样的药，他拿一个测的一个水晶球。那个没有供养过的药，啊，就没有动，没有什么动。然后那个供养过的那一瓶药，哇，一直晃，一直晃，那个能量场很强的。所以他来跟我讲，那药又没有下供，只是放在旁边，怎么会那么强？我说，因为你的意识，你来供这一瓶药是要治疗你的病痛的，你的病业的。所以佛菩萨这个主尊这一坛也是这样的作用，同样都配合起来。所以下次要记得哈，今天连续有三坛，就少了三坛，能够连续七坛是力量很强的，啊，楼下你是什么药？中药啊，中药你要怎么吃？补品啊，你有十全大补汤啊 ，OK， 十全大补汤，啊，因为它下面的药是十全大补汤，十全大补汤是什么？是治疗什么腰酸背痛，啊，治疗什么？要中气足，十全大补汤就是补啦。哎，这里怎么放那么多？哇，我们佛菩萨是吃中药长大的，好吧？对不对？中国人嘛，就吃中药，对不对？西人就吃西药，好吧？佛菩萨原谅我们，我们今天都是中人了。OK， 好，求好求药师佛。好，哪里有病痛的，特别观想它放出的琉璃光，蓝色的光，很强烈的照我们，照我们哪里病痛的地方。蓝色光也是除障光，啊，除障，除掉这个障碍的光，也有降伏的作用，才叫除障。所以想这个蓝色的光，蓝色也是清净，障碍除掉就能清净，所以都有很多层的重要的意义在里面。所以你要观想。观想，你以前如果你这个手酸痛，你以前是累积的轮回当中，肯定你这只手有杀生过，有破坏过，用这只手有造业过，所以你这次这只手就会有这个痛，那你痛怎么样子？所以你特别要求，你曾经这一手造过业的，尽量能够消业、消障、除障。搞不好你前世在轮回的时候曾经当过士官、军官，这个国家跟国家在攻打的时候曾经用这只手挥打挥杀过，这个灵识马上上升，对不对？这个业马上在这上面。所以你这一世这只手怎么样总是都是有问题，你的脚、你的身体都是有它的作用的，有缠在上面，有并发在那里的这个轮回果报的。所以现在你要特别想这个除障光、这个息灾光、这个治病光，好照你哪里病痛的。如果你得的病并不是只有手脚痛，而是这种全身性的一种疾病、慢性疾病，你就特别观想全身，然后想那里呢，黑气排出，特别你能想得出来，蜈蚣、蜘蛛、毒蝎排出，然后想那个地方黑气排出、毒素排出。然后再来也产生光明，那你就要想光光消障要互相的配合，它是蓝光我们就要想蓝光，它是白光我们就想白光，它是红光我们就想红光，它是黄光我们就想黄光。所以光光相照有时候要光色配合的，才能够磁场一样、能量场一样。所以他想，蓝色照我们，黑气排出，哪里痛就特别照哪里，肚子痛、腹部痛、胃肠病就特别就是燥，然后这里就爬出很多的虫类、恶虫、毒虫，然后黑气啊、墨汁的黑啊流出去，那全部都清净，光照以后全部都干净了，也闪发出这种蓝色的光明出来，然后光光相照，那融入为一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想，大家进入这个观想。好，我们的父母在师尊的那一边呢，以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节省时间，
在世尊的那边的伏魔没有入三摩地，三摩地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自己找时间入三摩地了，他完了就是完了，他没有再多时间给大家做入三摩地。世尊的彩虹山的三的伏魔你没有参加过就知道，因为在这个伏魔当中就有一段时间给大家去冥思，去观想，去入火，去跟主尊合一。所以我们现在要节省时间也可以这样，这当中你们自己进来，你们求愿自己就求愿，就没有一个入三摩地。好，我们现在试试看，因为赶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试试看怎么样。好，你们自己去尝试自己的过程当中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了，希望这进行的这七坛的药师佛，从来也很少去做七坛的药师佛。好，我们希望大家的身体的病痛、病业、病苦，都能够借由药师佛的慈悲，借由我们供养的心念，借由提升的功德力，能够化解，能让这样子的病苦病障能够消减，能够去除。好，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